C1 增驾 B2 需要什么条件？ C1 增驾 B2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一、持有 C1 驾驶证一年以上，年龄在2到50周岁；二、在持有 C1 驾照期间，在一个积分周期内没有出现扣满12分的情况；三、在持有 C1 驾照期间没有出现酒驾或醉驾的情况；四、在持有 C1 驾照期间未出现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一半责任以上的重大交通事故。C1 驾驶证的准驾车型包括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、轻小微型专项作业车等车型。考试科目包括交通法规及相关知识、场地驾驶、道路驾驶、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等四大项。B2 驾照的准驾车型为重型、中型载货汽车或大众中型专项作业车，如洒水车、搅拌车、消防车等。B2 驾照其他准驾车型还有 C1、C2、C3、C4M 的准驾车型。